主啊，你现在在他的心灵里面做主掌权，在他的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，让他的生命不再一样。主耶稣，我们为着这个灵魂已经委身到你的面前，是因着父你的爱，你的心转向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的心也转向你，让他前面的方向、前面的道路都在你掌管之中。主耶稣，与他同行，与他同在。主耶稣，每一天你来对他的心灵说话，让他的心欢喜、灵快乐跑到你的殿中。哈利路亚，为着你的名的缘故，主耶稣，他选择你的道路，选择你前面的方向。主耶稣，他是有福的，不但是他有福，他将来的前途更有福。主耶稣，他手上所做的工总得顺利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现在耶稣，你把这么好的姐妹带到这个万事的这个位当中，是你的福星已经临到了。主啊，你的福星好，我们这个姐妹，让我们这个教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成为福音的哈利路亚教会。哦，主啊，他来到这里，得着你的一切的丰盛。主啊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都加在米迪的身上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他来到领受万水的泉源，永留在他的生命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为这个生命的感谢你，为这个生命能力荣耀的感谢你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们的姐妹是荣耀荣耀的哈利的大祭司。大家这里的每一句话祷告出来都大有能力。哈利利亚，蒙神垂听。哈利利亚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荣耀为你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为我们今天的新朋友啊，我们为来我们这他叫吕红，吕红武弟兄哈。那这位弟兄很特别哈，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会说德语，还会说韩语啊，还会说国语啊。那他是我相信是神所拣选的人。那么他的母亲信主，姐姐信主啊。那么他来到纽约，他一定是千万人中把他挑选出来的当中，其他的呢我们就不用多了解，我们就为他未来的前程道路，在纽约的生活，神的灵大大充满他，也愿他加入我们活水的圣教会的肢体啊，让他的生命感觉到这个力量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。吕红武弟兄，绝送吧，吕红武弟兄完全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中，奉耶稣基督圣名吧，耶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靠主的保险，他是从小主啊就已经接触福音啊，小时候在幼年的时候，母亲就把他带去教会啊，就已经受洗。不论他了解多少、明白多少、经历多少，主啊，他所有走过的路径，我相信母亲在为他祷告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主耶稣，我们也相信主你在父的右边，也在不断的为他代求。主啊，谢谢主，他是一个有福之人，经过了人生走了一大圈，如今他心里有感动，要从德国飞来纽约。哦，主啊，虽然他已经是一个德国的公民了，但是他来到纽约，主啊，我相信那在他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之功。耶稣，你来加些力量给他，让他知道哦，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生命中不同的命定带领指引，你的带领不会有差错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位弟兄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里也是欢喜快乐。主啊，知道是你哦，从人千万人中把他挑选出来，让他心里没有任何的压力，哦，只觉得自己很幸福，只觉得一来到纽约就有了一群家人。他在这里是人生地不熟的，哦，只有在上周一位朋友。但是主，当他来到活水的圣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朋友。主耶稣基督是最好的、最亲密的朋友。天父上帝是最爱他的阿爸天父。哦，主啊，让他心领神会，心灵领受，神就与你相会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今天的晨祷。哦，是他在纽约的一个新的开始。愿你圣灵的恩膏厚厚的浇灌他，得着他，充满他，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帮弟兄姐妹是充满爱的弟兄姐妹，是满有圣灵能力的弟兄姐妹，是一个愿意为主来完成天国荣耀的弟兄姐妹。主耶稣，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哦，生命传递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们真是愿意为主打那美好的仗，做成那美好的功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神的荣耀。谢谢主，我们把弟兄吕红武弟兄在神的宝座面前提名代求。主啊，愿主你大大来纪念他，带领他，在他生命中你给他的命定，让他能够明明白白
不再做糊涂人，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，一步一步的踏在主真理的道上，主的命定计划中，心欢喜灵快乐，肉身也安然居住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耶稣，谢谢你把这样一位好的弟兄吕洪武弟兄带到我们当中。主要我们知道他是在创世之前，主要就拣选了他，你也是从万人中拣选了他。主要他是那位蒙恩蒙福，主要成为你的孩子。主要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位吕洪武弟兄，离开你的儿子。主要你的脚步，你的他的脚步，主要你也一直在引领他。主要谢谢你恩待他，让他能够顺服你的旨意，主要来到了啊，来到了我们的纽约，来到我们纽约。我们相信主啊，你把他带到这里，肯定有主你美好的旨意在他的身上要成就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为我们的弟兄也祷告。主啊，让这个弟兄，主啊，让他更加的来谦卑，更加的来顺服。主啊，让他更加的来仰望你的慈爱。主啊，让他的心身心灵更加的被你所更新改变。主啊，让他的生命更多的被耶稣来充满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来翻转这个弟兄，来更加的来提升这个弟兄。主啊，让他不仅自己能够蒙福，更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相信主啊，你所拣选的，你必恩待，你必看顾、保守和赐福。我们谢谢主，就把我们祷告也是把吕洪武弟兄他未来的脚步和道路，主啊，我们完全的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为他来引领，引领用你的慈爱来引领他。主啊，求你也恩待，恩待吕洪武他弟兄的他的家人，恩待他的家人。主啊，他们也是一个基督的家庭，蒙福的家庭。主啊，争取基督在他们的家庭能做王掌权，让他们的家庭能充满基督的爱。让他们把这个基督爱从他们家庭也能够传播出去，能够影响他们的周遭的环境和邻舍。我们谢谢主，让我们在我们的主里，让我们彼此弟兄姐妹彼此合一，互相扶持，让我们互相帮助，在我们这个奔跑天路的历程上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满足的喜乐，让我们从主得到满足的喜乐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也求你，主，你把这个喜乐也放在吕洪武弟兄的里面，让他每一天就是怀着一颗喜乐的心，怀着喜乐的心与主相遇，与主同行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主，求你更大的荣耀，更大的同在充满这个弟兄，充满这个弟兄。我们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今晨与我们众人也是丰满的同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耶稣啊，感谢赞美你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吕洪武弟兄。我们知道你把吕洪武弟兄带到这里，一定有你的能力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对他也是属基督的家庭，求你来祝福这个弟兄，来祝福他的家庭，让你的话语在他心中来翻转他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你的人了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求你让他恩上加恩，恩上加恩，让他未来的日子都走在你的命定当中，让他更明白你的话语，让他更多的活在你的旨意道路当中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也求你的恩膏继续加固在他身上，也加固我们这群肢体当中，让我们在爱里面合一，让我们的肢体互相相爱。你说的主弟，你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和睦相依，就是你喜悦的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拣选我们这群人，也谢谢你让我们在爱里合一，让我们在爱里通过彼此的祷告达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耶稣，求你来，圣灵继续现在与我们同在，把以下的时间统统的交托在你的手里。主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希望能够蒙你悦纳，这一切的祷告奉你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，阿门，感谢主。哇，今天好高兴，真的是把这样的弟兄带到我们活水的圣教会当中。不单单是我们教会蒙福，我觉得更蒙福的是吕洪武弟兄。哦，主啊，真的是蒙神的爱，真的从千万人中，主啊，你来拣选了他，因为有他是属于基督的家庭。主啊，你就用这样的爱，你就用这样的厚恩，哦，主啊，真的是引领他的脚步来到我们活水的圣教会当中，这绝不是偶然，这是必然的。主耶稣，我们把这个哦灵魂交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，主啊，我相信他来的时候，你已经祝福到他了，主啊，真的是他今天来到我们活水的圣教会，就是要蒙恩蒙福。主啊，你要坚固他的脚步，让他这样信心，主啊，你打开你的天窗，把你的信心浇灌在他里边，让他每一天真的是因着耶稣，因着相信耶稣就蒙恩蒙福。主啊，把这样生命的道、生命的话语浇灌他一生当中。
主，让他真的凡事靠着主都可以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主耶稣，无论他真的走到哪里，无论遇到什么环境，主耶稣你都与他同在。我相信耶稣你是他一生的好伴侣，一生的知己。主耶稣他真的是来到我们活水的圣家，我真的是蒙恩蒙福。主要看到这个弟兄真的是好开心，因为真的是我们是连接在一个爱的家庭当中。主要当我们一个肢体有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。主耶稣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把这样的祝福领到他身上。无论他去哪里，主耶稣你都与他相伴。主耶稣他每一天真的是清晨也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向我们主敬拜，敞开他的心。主要你让他敞开的心，主要让耶稣走进他的生命当中，主要成为生命的一生的救主，这一生都可以帮助他走到哪里蒙福到哪里。主耶稣你的爱是不偏待人的，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，你如何爱我也把这样的爱主要真的是大大的领导弟兄身上。主啊，我相信主啊，他真的因着你的大爱，他的生命就会被改变，他整个无论他去哪里，他的工作都尽都顺利。我突然想到了 OK 圣经那一句话，就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会不会抓二十几或者绿植叶子也不枯干，把他所工作做的尽都顺利。阿门。真的是主，这是你的话语，让我来祝福这个弟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。还有一个，主要你的在清晨能高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后来要高我就可以与蒙古弟兄，阿门。还有一个呀，主要在末世，因为兴起工作的弟兄和年轻人，主要愿你的后的高我他的灵与他同在，祝福他手中的工作，主要也把陈导这美好的祝福、美好的一份，哈利路亚，让他常常都拥有，常常来我们的陈导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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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主。主啊，赞美主。希望刘洪武这位弟兄在纽约能够一切的都蒙阿爸父的关照。阿门。因为很多时候新的开始比较困难，希望他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。战胜一切一切的阻碍，主啊，请你大能的手就像爱我一样扶持着这个弟兄，让他很快的进入纽约这个快速的生活村子。荣耀归主，赞美归神，是奉主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阿门。主啊，我都看到主啊你大能的天使把李洪武这个弟兄带到来家里，你的大能天使扶着他，把他的脚步引导在我血的深秋位，是由你的美意在其中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弟兄因着你的灵的感动，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的灵歌颂你的名。我们知道这个弟兄是不一样的，他来到家里是你差遣他，又来到家里又服侍奉你，他前面的道路不要忧愁，因为神又为他开道路，因为神是用他的，不是偶然来到家里的，他是差来家里的，他早已经在基督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神已经拣选了他，因为他是属耶稣基督的，他的家庭属于耶稣基督的。我们相信这个父母亲已经将他交托养在恩子的手中，他是属于你国度的孩子，他将来是侍奉你的人，他在家里有一个大大的主啊，你的使命在他的生命中，他在家里要陪着他，让你都又真又活的道放在他的心灵的里面，让这个种子能够发芽，能够成长，是为主而做工的，是为子而用的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这个弟兄也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求你自己的灵运行到他的生命中，你自己来使用他，你自己来感动他，将他的命定向他的心灵显明出来，让他明白你的心意，走在你的心意中，他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垂着他，他到哪里去就得胜到哪里。主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因着耶稣基督的灵在他的身上，他能够行出主耶稣基督你的道，你的道路来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继续祝福他，继续祝福他。我们在这里的祝福还不高，主你在父的右边为这个弟兄的
主府，让他看到你这个光，就是荣耀的光，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光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将荣耀归给天父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盼望我们的 Maggie 姐妹也来祝福我们这位弟兄，因为我们在上周六的时候，我们同心合意为 Maggie 姐妹祷告，似乎这两天 Maggie 已经感受到、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啊，跟家人的关系。我们求主将这样的生命、这样的祝福啊，我们传递，就像传递圣果一样的，让这样圣的恩膏能够厚厚的来膏抹。我们请 Maggie 来为吕宏武弟兄来祷告。真的感谢赞美主，我的一个兄弟他也走进了这个殿堂，他跟我的情况真的很相似，就好像一只迷失的羔羊，迷失了方向，不知道前面的路该走哪里。我们的家庭都是蒙恩的，主说只要你信，他的迷和你迷与你的家人必得蒙恩。我想真的主也挑选了你，跟我一模一样，我们都是在主的爱里。我们这个，我想这真的不是巧合，因为我想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。他跟我真的是太相似了，我今天真的是各方面，我觉得身心都能领悟到，我们能站在主的面前，一切迷失的脚步，因为都是主的安排。我们只有在主的信心满满的添加下面，我们才能走到主的殿堂面前。我希望我的兄弟跟我们兄弟姐妹一起，然后能常常的在主的信心满满的话语中成长，心灵成长，灵魂成长，身心一切的安排都交付在主的手中，一切我想都会很顺利的。奉主耶稣的基督名祷告，阿门。阿妈，我们请妈妈哈，李妈妈啊，是我们当中最年长的，80多岁了啊。长辈为晚辈的祝福啊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伸出手来领受啊。感谢赞美主。那咱我俺那孩子了，我就教会了，刚讲孩子。你的孩子了，哦，那个教会这个有福的人嘛。啊，你的孩子来的这个教会就是有福的啦。对，一生一世的跟随主。一生一世的坚持跟随主。看你个很多。天天神秘同在。无论你完全和他的人同在，依靠耶稣，耶稣就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生命，是你的亮光，是你一生的亮光。有什么都谈要靠主，做什么事情都要靠着主，靠耶稣还都都难，靠在耶稣还都难受。就是一只脚，一只脚。相信神就能医治你的心灵，那个不合神心意的都挪去。贪贪又起了，贪贪又起了，为什么起了？不求祷告，天天要不求向神祷告，求不能来，求不能来，太难了。下面所有一个可以向神的主，下面一个祝福，下面一个障碍，下面一个上帝安排，神安排一生以来，一生要跟随祷告，要跟随神祷告。神三是对的了，三是对的了，归你为到底，神要爱你到底，寻求神，一生靠主，靠神，要靠在耶稣里头，凡事都难做，靠在耶稣凡事难做。依靠神，他依靠神，将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，交给神，将都凡事的交托给神，交给神，将你的未来交给神，看神从你的盼望，神必会成全你所有的祷告，要呼求，天天要向神呼求祷告，靠大山，靠主耶稣基督本人，一生一世快乐，一生给你一生一切都是美好的，行出神的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